傻瓜猪起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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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傻瓜猪起。坐，谢谢你。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哎，这么好一个位置坐。三秒钟上有个红色按钮，五秒之后再录音就可以了。那脚腕你还要吗？要，那只脚腕很贵的。你先替我保管好，我有空回来拿。其他东西呢？酒板、玩具，都要吗？要。你先替我保管好，我有空。你试试回去。你试试。老婆，那些东西买的很贵的。你回去就不要回来。要那些东西都不要了，好不好？不要了，什么都不要。那我都丢掉吧。你真的都不要啊？不要啊！不要，我什么都不要。不要脚蛙，不要你。你听见没有啊？别生气，别生气啊！动了胎气就不好了啊！我老婆生气，先下车吧。我还没到这呢，多走两步吧。他顶着肚子，不可以受刺激的。万一在这里生了怎么办？还跟他说你这么喜欢说，回家关上门再。我只是叫他下车，你冷静点，冷静点啊！啊，我拜托你的，你先下车吧。你下去坐下一班车也会花你很多时间嘛，对不对？来，快点下车，我给你车费。没事了，不要这样子了，真是傻瓜猪啊！
哎。谢谢。你没事吧？没事。怎么办呢？死定了！开会喽。喂，开会了，开会了！还快点，交易部的那些大哥就到了。Meeting, meeting。开会了。大哥，宝贝儿刚做完第四季度预测报告，请大家过目，给点意见好不好？我昨晚在网上搬到一段捞底的顺口溜，捞地板的没想过有地牢，捞地牢的没想过有地洞，捞地洞的没想过有地窖，捞地窖的没想过有地狱。现在我们就在地狱啊，今天的事一定跌惨了。我们的货很多，不能回头，只能搏下去。希望地狱没有十八层了，干活。OK。神经病啊，用折幅图来做封面。我觉得这次金融危机真的很严重，就像海啸一样。你不是说金融危机就是大萧条，还有什么百年抑郁？你想把客户吓跑吗？当然不是，各位大哥别生气，我们改。我不改。报告公布了，客户赎回基金，公司的损失你承担了，还是你啊？我不行，我不行，哎，我扛不起。没有金融危机，都给我，都给我。没有大萧条，没有百年一遇，好吧，我们把它改成日落啊，落叶呀、啊，这个比较温和一点，没有问题吧？啊？报告，十八层地狱。喂，老板，老板，叫救护车，救护车！
真的是你啊，这么巧。那天谢谢你。哇，你买这么多酒，你要开 party？ 不是，我一个人喝的，几天就能喝完。不用买了，我有很多。我跟男朋友分手了，他留下很多送给你。有多少？几百瓶。好，都拿给我。全职酒板，我们去旅行的时候他买回来的，收藏好久了。这是我们两周年的纪念礼物。哎，不要！我以前男朋友的东西可不可以都给你？好啊，都拿给我。我的脚蛙你要吗？好啊，明天晚上拿给我。真美。美？不可能，那么丑。一点都不丑，蛙生，以后你跟我了。乖乖。这里有3826块。干嘛给我钱啊？我把玩具、观点和漫画书卖了给二手店。卖了？那其他东西呢？酒板我喝光了，衣服、鞋子赚了给慈善机构。7年的感情就只剩下3826块。这是伤心钱，一分钱都不能带回家。今天晚上花光它，明天重新开始。怎么花掉它？你这发型有多久了？7年。他喜欢你长头发，剪了他。OK， 行了，行了，行了。喂喂喂，行了，不要乱剪好不好？听我的，剪这里，剪这里，然后剪，明白吗？对对对对对，对了，这里到这里是尖的啊，你是剪啊。你做什么工作的？投资银行分析员。规定不可以穿限色衣服吗？不是。但是公司也没有人穿颜色鲜艳的，那管他们 ，change。行不行？行，真的行。不得了。Excuse me, can I get another one of the muscle, please? Yeah, sure. 你是哪里人啊？苏州。为什么来香港工作？我男朋友来就跟着来了，所以当然还移情别恋。哎，过去了，过去了。哎，干杯，干杯，干杯。你从哪来？我在加拿大长大，在纽约读建筑。你是建筑师？
那座大厦是我设计的。那座啊，那座也是，还拿了奖，我第一个建筑大奖。之后我又赢了几个奖，那时候人人都说我行，我也以为我真的行，就这里门户开了公司。那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就不行，那就喝点酒，刺激一下，还真的有一些想法，觉得还行。但酒醒来以后，又觉得根本不行。越喝得多越不行，越不行越喝得多。现在脑袋完全不行，酒量却非常行。哎，会过去的，会过去的。来，干杯。你 O 不 OK？ OK， 你 O 不 OK 啊？当然 OK。我们还有多少钱？12块钱，刚才你给了你了。怎么办？花掉它，别留着。啊！钱花光了，送给你，回去花点东西。行不行啊？哎呀，别再喝了，换点东西，你行的。嗯。哎，车来了，我走了，拜拜。不要放弃，你行的，一定行。一星期后7点，卓志公园看我新作品，行吗？行，到时候我们喝这瓶叫庆祝，加油！不能喝嘛，我记得。真的不能喝？好吧好吧，不用那么凶，我不喝，不喝了。八兄，我真的醒了。行不行啊？行就呱，不行就呱呱。呱呱呱什么意思啊？真的有那么差劲吗？用不着你呱呱呱呱这么多吧。
明白，我明白，再画过 OK。这不是酒，是清凉茶。我们只有三天时间，不能喝酒，不能喝，一定不能喝。
行不行？去吧。欣然 ，Hi， Angelina， 不好意思，我想你搞错了。其实我不是约你的，我是约楼上那个女孩。我怕你在这边等，所以才来告诉你。我走了，不好意思啊。Oh God， 我自作多情了。你也不要这样想嘛。我觉得好可惜。因为我这边的古董怎么办？是 for season 的，而且今天晚上是 last day。什么 for season？ 这个是免费的套房，是我们公司的 annual dinner 抽到的，还有送两个 buffet， 还有很多生蚝，我超爱吃生蚝。哎呦，七点多了。我看看谁有空。Hello, Peter。让我想一下。哎呦，你不停止流鼻血。头太高一点。你不可以想这么久。你想很久的话，生蚝会被别人吃掉的。你要吃一点生蚝吗？走吧，他可能是弄错日子了。我答应你，明天再来。等等，小姐，请问你找哪位啊？小姐，你有什么事吗？小姐，你想找哪位啊？对不起，我，对不起，我误会了，我，哎呀，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对不起。上面，我在那上面工作。你以前不是在这贴着那个笑脸和花吗？我以为是送给我的，魔术也是表演给我看的。
我还以为你昨天晚上约我吃饭。啊，对不起，我贴一个花瓶，你就把花放在里面；我贴那个太阳，你就……但已经这个办不是我会错意吧？是，我追你，约你吃饭，他误会。本来昨晚我打算去跟他说一声，然后去找你的，谁知道有 Four Seasons 的 coupon last day， 房间不要钱，把费龙虾很多生蚝。你比我现男朋友还过分，他请你移情别恋，你还没有开始就已经，见异思迁。华兄，算了吧，等两天他都不来，一个星期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说不定他已经嫁人了。华兄，你别回头啊，回头只有失望。Filed for bankruptcy. Its share prices plunged by 93%. UK bank Barclays planned to buy part of the company, but it thought twice. Bank of America did the same. The challenge now is to allow it to die gently and orderly. Liquidation is in the interest of every other bank. 别哭，别哭啊！不要哭，冇咁啦。嘿，动快，动快！呀妈的呀妈的不要这样了，外人都被炒掉了，本来我想不是搞什么鬼呀，
呀，不是你在哪儿啊？到中环了。北京早晨大雾，飞机一直延误。金老板就到了，你快点回来吧，快点嘛！马上，马上到，马上到。哎呦，到了，已经到了，快！快去叫叫一部那些老大，开会了，开会了，老板到了，老板到了，开会了 ，meeting， 开会了，开会了 ，meeting，go go go go，meeting 了 ，meeting 了。Mr. Sun Yan Zhang is our new CEO of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I have only two rules. Rule number one.Never lose money. Rule number two. Don't forget rule number one. Are we clear? Yes! Good. Proceed. 好，你们谁先说？仔仔，你说，长话短说。那么在这个报告里面呢，我比较了喜悦及有事我叫你两间公司的股价，结果我发现，哎，对不起，对不起啊。各位大哥，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要误会，宝贝不是偷懒迟到，他刚从上海北京 research 回来。哎，长话短说，长话短说。沪鱼头金飞扬是内地两家当红餐厅，我分别去考察过。沪鱼头客人多，轮候慢，环境挤，服务一般；金飞扬客量适中，不用轮候，环境舒适，客人可以多喝酒水。食物方面，沪鱼头比金飞扬精彩，可是金飞扬的选择比沪鱼头多。沪鱼头最好吃的其实是肥羊，可是金飞羊最好吃的其实是鱼头，我个人其实就比较喜欢沪鱼头。可是从生意走势来看，沪鱼头股价过高，应该减持，金飞羊有上升空间，可以增值。各位大哥不要急着下决定，我们先试吃，好吃就买，不好吃不买。我叫这煮饭谁吃举手。算我一个。剑南。哎呀，是我，我是我是我，他说我，我叫剑南，不是说你啊，是他剑南。哎，新老板呢？我要辞职。有跟你睫毛？剑南，什么？哎呦，开始了，开始了。你神经病啊？找到工作了没有？宝贝儿，逝去的恋情就不要摆在心里。谁跟他谈恋爱？那你要叫他贱男。哎，他就是坏透了，讨厌至极。关你们什么事啊？干活儿。哼 ，None of your business。怎么这么八卦？怎么样？起来。不行。哎，啊，不许这样，不许这样啊！给我。No。哎呦，不许这样。你什么恩怨情仇都好，不准拿份工作来开玩笑。那你听我说，不许拿份工作来开。你是赔钱马上走，还是做满三个月再走啊？
做个3个月再走。子欣的能力很强，又勤快，又能帮我，人各有志，说不定人家想嫁人做少奶奶，以后不用上班。她不嫁的，她好久没有约会了。没问题，就签个名吧。做一份内地的房地产报告给我，下星期一交。谢了。沙田原胜为二号啊，不是明天的吗？我是你老板，我已经辞职了。喂，喂，喂，耍无赖！快点，快点，试车，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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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驾照？干嘛？干嘛就是有了，帮我试车。为什么要帮你试车啊？同事一场，给点意见嘛。我要看报告啊。去，上车。我可先跟你说，我不常常开车的。没关系，保险会赔。安全带。怎么样 ？OK 啊，开单。哎，谢谢赵先生。哎，想也不想就买啊？等一下，不买。不关我事，你要买就买啊。买，报告还可以，做一份内银股的报告，下个星期一交给我。啊，赵先生，这车你想要什么颜色啊？问陈小姐，我走了。我会乱写一通的。程小姐，其实颜色呢，我们有20种不同的选择，车厢呢，我们有15种不同的木和碳纤选择，还有座椅方面呢，我们有12种可以缝线或者不缝线的皮东型，我们可以进去慢慢选。这两个单位面积、间隔、坐向、价钱都一样，你帮我挑一挑哪一间好？关我什么事啊？同事一场，给你意见嘛。我要看报告啊。真麻烦。我乱挑。随便你啊。挑完了，选 A 还是 B 啊？我还没看 A 呢。这是买楼，又不是买菜。突然间发现自己深深爱上你，真的很简单。B 就看马场多一点。A 就看中环多一点。A。A。谢谢张先生。为什么你选 A 啊？可以看的公司啊。是吗？你看到了？就在那儿啊，你看。哪儿啊？哪儿啊？你看不到吗？看不到啊。你指哪里啊？那一个，就那个。看不到，什么这个那个？高高的旁边的那个吗？每一座都这么高啊。有没有搞错？家具我替你选。同事一场，帮个忙。有什么感觉啊？温暖的。
温暖的，温暖的家的感觉。麻烦。什么呢？你又干什么？哎呦，我找我家钥匙。啊，惨了惨了，丢了，进不了门，不知道是不是丢了，放家里了。你有认识的开锁匠吗？我就是开锁匠了，走吧。行不行啊你？没人比我更行了。真懂得开锁啊！几楼？四楼。哪一间？就在上面，厕所没关窗那间啊。张世然，喂，张世然，哇，看不出来，原来你有 C 啊？什么 C？ 你上围的尺码啊？别动我东西！开门！你的内裤很老土，但是挺可爱的。死变态！你搞什么鬼？非常无聊，浪费东西。
既无聊。你有没有搞错？这是我的报告。我去找钥匙。喂，就在那个皮包里啊。怎么可能，我都不知道找多少次了。为什么又多了两条？这是什么？你不是说要买那台 Maserati？ 我不喜欢开车，我喜欢坐巴士。那就开到巴士站去坐巴士啊，以后楼下没站了。这个呢？你喜欢的那间房子。我租约还没满呢。当仓库，要不然就空着，以后吵了架再回来住咯。干嘛要吵架？你这种的个性这么喜欢跟我争，以后住在一起怎么会不吵架？什么意思？同居？不止。戒指呢？你不会弄丢了吧？啊！哎呀！太快了，都几年了。你是认真的吗？我是认真的。太快了，太快了，又太快。哎呀，现在又是 baby， 就真的太快了。套子在哪里？哎呀，我怎么会有？你去街口别人店买。好，很快，等我。怎么了？喂，先让我进去。你车上为什么会有安全套？以防万一嘛。你跟那外国女人有没有发生关系？你不要问了。有没有？有，一夜情。我们在一起以后，你还会这样吗？尽量不会。那就是会。不想骗你吗？陈子欣，陈子欣。
喂。十个男人九个坏，一个想作怪，你想怎么样嘛？我要找第十一个。看什么看？你去火拼找吧。还我！Mr. Fang, I don't have a chance with you, do I? 有个帅哥约我。Go ahead, it's fine. 你的老板是起红还是 frog？
有斯芬妮。嗨，现在怎么还那么丑啊？丑八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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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得他赏劫啊？是好哥们儿，嗯。我今天有比赛，他帮我打气。什么比赛 ？Ice hockey。这个，你现在真的不一样了。嗯，还有没有这个？一点点。都 OK 吗 ？OK， 你 O 不 OK？ 嗯。嗯，我们一会儿喝完这个去喝这个。我要这个，要不你先看我这个，然后我们就这个。OK。哎，你可以给我你的电话号码。9912666。收到，给我你的电邮地址。好。这样我们就不会失散了。那你叫什么名字？陈子欣。方启红。方启红，你好。陈子欣，好久不见。怎么起一个这种名字？听说啊，那只蜂是一个女人送给他的，他很紧张的。赌蜂虽然几年了，他还蛮专情的。我觉得他不是地球人，他有个花名叫火星男。你知不知道公司啊，外面呢、啊，好多美女约他呢。他不喜欢这个花名，我就又给他起了一个了，叫 Eleven。Eleven 有没有听过？十个男人九个坏，一个想作怪，他就是第十一个了。出来，不是去吃午饭吗？哎，不用跟人挤了，你看，九记牛腩、陆羽猪肝烧麦、莲香楼点心，坐坐坐。福临门的烧鹅腿，北京楼的甜鸭，还有这个花满楼的小笼包。那这间远一点了，太古坊的伊藤寿司、文华 cheesecake、玉叶海带绿豆沙，最后再来一杯坦岛咖啡。你真体贴。你去吃饭了。快餐店还是茶餐厅啊？人很多，不过一个人容易找位子，就是有点寂寞。嗯，吃东西啦。吃吧。嗯。啊。嗯。哇。搞什么啊？他亲自下厨请人吃饭啊。咦，他不是去茶餐厅。用什么给我吃？亲口。我觉得他们两个挺配的，挺有夫妻相的。吃吧。你喂我，喂我。哦。
再喂，再喂。哦。行了吗？啊。来。嗯。行不行？行。跟那个餐厅的味道一样。不得了。那个餐厅去年结业了。当时我想，如果我们有缘再见面，也找不回这个味道，所以我自己去学，试了很多次，失败了很多次，想不到我终于成功了，更想不到有机会能给你吃。搞什么？三年前，在我跟你分别之后的第二天，我认识了这个男人。他当时的办公室就在这儿，就在这个窗前。他用便利贴贴出笑脸的图案，为我表演魔术。我们约定的那一天，他也约了我。我完全忘了我们之间的约定。对不起。我真的很喜欢他，可是他是个不可信的男人。爱这个人很辛苦。喂，你在哪儿？吃饭。你吃饭吃多久啊？那份报告做得一塌糊涂，立刻回来重新做，立刻。Sorry。谢谢你，谢谢。宝贝儿，我下班了。不要那么晚呢。知道了。哎，女人装，等等等等。你讲你烦不烦呢？每次都是我走你才走，你又想我先。喂。哎呀，
喂，你打开免提，看过来。醒来吧，我们要去等他。不要去吧，我们已经等了3年，我怕你又在失望。我有预感，他今天晚上一定会来。如果他今天真的回来，你会跟他说什么？要不你试试这样跟他说：思念是一种寒暄的东西。想你到无法呼吸，恨不能立即朝你狂奔去，大声地告诉你。天气，只要你真心，那爱与我回应，我什么都愿意，什么都愿意为你。我今天晚上在那儿等你。走，吃饭，谈点事，公事，重要事。来宾8人的拉菲，是，要2个 set， 9个 course 的那种。好的，拉菲至少请2个小时。开瓶清酒让我先喝着。是，张先生。现在可以谈了吗？先吃东西。
可以谈了吧？秋晚天明再说。要点什么站上？是护理。哦，这个比较久，差不多要半个钟头。没问题。好的。可以谈了吧？喝完酒再说。嗨。2007年的九月，我第一次见到你，觉得你好有活力，第一眼就被你吸引住。之后我在街上看见你跟人约会，知道你有男朋友。君子不夺人所好，直到你跟你男朋友分了手，我就开始约你。可惜，我做了一件人生最大的错事，犯了多数男人都会犯的错。金融海啸，我输了很多钱。去了美国，在那段最艰难最失意的时候，只要看这段短片，我就有了活力。我一直在猜你在唱什么歌，看了几千次之后，我终于知道那是什么歌。明白，既然你喜欢我，喜欢我这么多年，你怎么可以在第一次跟我约会的时候就去跟别的女人鬼混？因为我当时我的睾丸素影响了我的思维，我做了一个很错的决定。可是事情结束之后，我就已经很后悔。你现在可以做火星人了吗？开车。陈子琪，回来，有事谈。回来。我不回去。我们还是算了。什么什么算了？你不要找个火星男的，我告诉你。走之公园。停车。小姐，还没到。走吧。不好意思，我要去洗手间，麻烦你等我。很快很快。他是不是等了很久？连厕所都不敢去。
那真傻。谢谢你来。谢谢你等我。这个就是三年前你要给我看的作品吗？嗯。行不行？行。真的行。这设计灵感其实来自你 shadow 的 shape。你记不记得当时你回头鼓励我的时候，有一辆车经过，车头灯把你的影子反射到墙上，很美。这吨大厦现成的吗？差不多。在哪儿？苏州。啊，如果在香港的话，我们现在就可以去看。今天晚上10点半有飞机去上海，我们到了上海再坐车到苏州，看完了明天早上坐早机从上海回来，上班应该来得及。那他怎么办？他不能上飞机。放回公司。Joyce， 帮我订2张机票去上海，今晚10点半，对，明早上海回来，最早的班。你好，潘先生，有什么需要帮忙吗？没什么，谢谢。这个就是你的影子，好大呀！我盖这一座楼的时候，心里一直在想，不知道能不能从这里看到你苏州的家。我也想知道。看见了吗？我往外走一点。啊！喂，小心。我还是看不见。我们可以等到天亮，还有差不多2个小时，这里的日出也很美。谢谢。嗯。看见了吗？你没事吧？待会儿我不跟你回香港了，你自己回去吧。我想去看看外婆和妈妈。那我送你。不用，让我自己下去吧。为什么？我刚才做了一个梦，还是梦见了他。这一切对于我来说真的太快了。
其实昨天晚上跟他一起吃饭，可是几个小时以后，就在这个天台上，我喜欢上了你。我老是骂他，我常常怪他为什么喜欢我，同时又可以喜欢别人。可是现在我真的觉得我跟他没有什么分别。对我来说，这不是几个小时的事儿。我由零开始，设计、画图、打地基，已经盖了80层楼。我喜欢你已经很久，不只是几个小时的事儿。子欣，回家也不先打个电话。哎，怎么行李也没有？外婆，哎，为什么突然回来？我好累啊，我先睡一会儿。发生了什么事儿？子欣，给我拿豆浆来。陈子欣呢？不知道。上过床了。你跟老板怎么了？有你们什么事？杀死人一样走去对面，噼里啪啦打人呢？什么？我现场直播给你看啊！张山然，你怎么打人呢？撞桌子！哎呀，摔到地下！哎呀，掐脖子！哎呀，掐脖子！停手！不要打！干嘛？你怎么了？怎么了，周恩？不知道啊。啊！地下打东西，红红的绿的，发现鸭子什么的，看看，看不见呢。我来，哎，你看是不是蟑螂啊？是不是蟑螂啊？你看，老鼠，老鼠。好像是，不是老鼠吧？Sorry。
东西。哎，反光？什么？嘘，老板回来了。不许去，自己找位置。哎呀，老板回来了。啊，老板回来了，不跟你说了。媳妇，哎呀，真开心的见到了。你说，到底是公事还是感情上的事？哎呀，正儿，怎么样啊？不起。是一样在那里做事，照我说啊，虽然他表面没事，其实他内心……不是问他，对面那个怎么样啊？哎呀，你烦不烦呢？他傻傻的对着那单东西做了一天呢，我见犹怜呢。哎，别急，我打给你，直播给你看。还多一点。我肚子饿，快去烧饭。凶死了。明天上午搬走，下午应该可以把钥匙还给你了。好，谢谢，麻烦你了，谢谢，拜拜。
戒指呢？什么意思？同居？不止。现在一个人了。好久不见，换场子了。喝什么？是不是着急？威士忌加冰。一个人。一起吧。你们去哪儿？要不去 W Hotel？ 不想过海啊？去 Four Seasons 啊？景色又好。不好意思啊，没心情，对不起。跑马地乐活道。怎么了？没事。等我一下。你好，我找程子欣，他在吗？你是谁啊？我是张深然，是他的上司吗？他在吗？你吵什么？我在想事情。不好意思。你以后会好好的对他吗？会。不然我就会剪掉你。好。子欣和他妈妈去了，跟启红的父母见面。香格里拉在哪儿你知道吗？我告诉你，走，在那儿，启红设计的那个大楼你知道吗？在那个大楼的对面，香格里拉。谢谢。
谢谢谢谢，开车开车，谢谢。先生，那边可以抽烟。哦，可以了，给我杯马提尼。OK。哎，这次回来要待多久？我们想多待一会儿。对，多待一站。启宏，你那大楼什么时候盖好？半年以后。那好啊，你们啊就在大楼竣工的时候结婚吧。吃东西吃东西，这个好吃。环境还可以啊，这是很有名的菜。是啊，哎，苏州这里年变化太大。这家甜品特别有名。是吗？那看一看。有巧克力，有巧克力，最喜欢吃巧克力，巧克力也挺好吃的。差不多。对不起，我失陪一下。哎，喂，程子清，你干什么？为什么把戒指还给我？江世安，你在哪儿？我在火星。启宏，你真有心思。看，这戒指不是我的。啊？那天我收回了戒指，就去兰桂坊泡妞，但最后我还是叫那个妞下车，一个人回到跑马地。你满意了？我做了火星人。来的路上我看见你了。我心里就在想，我跟你到底是怎么了？我有好几次我们差一点就走到一起，可是到最后就是不行。我们到底是怎么回事？是缘分没到，是性格问题，还是我们不够爱对方？陈子琪，嫁给我，不要把戒指还给我。
我们三个人的关系，总要有个结局，要做个选择。陈子欣，再见。张深然要返回地球。